经常有人问我，就是自己调制一些这个盐水能不能治洗鼻子，能不能治过敏性鼻炎？这个呢，我需要大概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用盐水洗鼻子是能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因为用盐水冲洗鼻腔可以把这个大量的这个变异原呀和这个存在的鼻腔一些脓性分泌物呀，包括清水样的分泌物都可以给它冲走。冲走以后呢，可以迅速的减轻症状。但是呢，盐水它分的几种，一个是高渗盐水，一个等渗盐水。平常我们用的那个氯化钠注射液0.9%的，那是等渗盐水。等渗盐水冲洗鼻腔呢，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就是和我们身体的这个浓度是一样的。高渗盐水它是3%的，3%的高渗盐水冲洗鼻腔，它可以迅速的减轻这个鼻黏膜的水肿，起到这个通鼻子的作用。但是高渗盐水我们自己配你可不容易配下哈，你在盆里头你拿开水晾凉了以后，扔多少块咸盐疙瘩化开以后产生的喷射高渗盐水。所以说这个用盐水冲洗鼻腔的时候，最好还是从医院正规医院开出来，因为高渗盐水都是十毫升一支，十毫升一支的，你把它对着开上几支以后兑上这个冲洗。我还是提倡大家最好用这个生理盐水，就是0.9%的氯化钠注射液，一次用上个500毫升。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鼻腔冲洗器，捏这一头，它是一个专利的东西，捏这头了，它那个分泌物就出来了，它可以。